开饭，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吃个简单的，都吃虎皮辣椒。里头一个皮蛋，烫。这个辣椒现在是我们家自己种的了。这个龙虾风味都舍是今天给姐妹们开的活动价，它在到家是可以直接吃的，这是用菜籽油炒熟的龙虾风味，到家可以直接吃，可以拌饭吃，也可以做虎皮辣椒炒回锅肉焖鱼焖排骨都可以。龙虾风味豆豉活动17.9发一坛，好香。太香了，拜拜。吃饭，今天我们吃南瓜，还有我们的手工木瓜丝，手工木瓜丝减8块的活动，今天晚上今天结束了。平时这个木瓜丝是27.9，今天是19.9，两瓶，没有添加剂防腐剂。
拿下猪。这块木瓜丝，姐妹们吃起来就比较放心。